能力就不行，能力就不行。没有，我想自在，你看看，我想自在嘛，我想痛，我想自在啊。老阿姨，他两个都是歌手，而且奇慧这次来是来打歌的，我哥。我坐在明星里找个方向里想着给我自己孤单加一我坐在三明星里找个方向里想着给我自己听耶出专辑了，来来来来啊！你这个是我的新专辑，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好，真的，就是要为穿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哇，各位，我还是华人世界第一场，回复。当然啦、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你的歌啦你的歌啦你没有加分的这样的夜晚的人就连那片雾都不吝啬好像精神不只有梦中相分消耗着仅有的他本来就是一个汤杯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静静到我不得不转身大方到让他给你想要的好好谢谢非常有感觉啊、哦、那你们两位不用再来一次啊、哦、没关系期末加一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进行我们的关卡了以前来过了吧没有今天来过第一次哇那很想来我第一次录外景节目哦好，我们第一次就来让他有一个下马威，来来来来来，看我们是哪一个。等一下呢，会播出一段歌，透过这个歌声来猜出他是谁。歌手，歌手，写出歌手就好了，大家一起写，好，就是一个人写一个。来，请出题，不要给旁边听到啊。我是帅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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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人第二找不到第一。哇靠，这是谁的歌啊？帅哥，我是帅哥，性格决定方向决定道理。好，写下他的人名，演唱者是谁？三。二一秒好时间到请亮答案来给人哦黄子佼厉害一终于有人答对了苗子黄子佼好来来来宪哥哎呀恭喜就是我是帅哥我是帅哥，我是帅哥。对啊，前面真的有点像交规。我是帅哥，我是帅哥，我人第二，找不到第一。好，下一首，请出题，不要给人家看到。我太简单了吧？是不是给？哎呦！注意哦，注意哦，里面会有 bug 哦。注意可以，注意可以。好，天哪，完全不知道。加油！不行，我可以，我整个大乱写。我真的不知道。在荒野中，哒滴哒啦啦啦。好，一二三，亮答案。好，邓丽君。啊，靠！我想自在，我想自在嘛，